其实五连败不算很红哎、欸。你觉得五连败很红？我是觉得你们没有打过 low， 这种都是小 case 的。他就这把了，还会换玩具？换一下，换一下，我来，我来。Yeah， 换位置去丢，好像中哎、欸，是有中。哦，欧拉夫怎么被追着打、啊？中路单杀哦，什么北七？是我看错吗？这个叫北七吗？中路北七，取这种名字。这个人是要杀我了，下路急需吸奶。好的，我感觉被赫威炸死了。我怎么偷偷把我秒了？干嘛啦？不要往前喽！你会死哦，你真的会死。欸，他们那个都去哪了？那我下他、欸。很直，很酷哎、欸！他从那走出来，不知道什么意思。进来也不丢哎、欸，好奇怪哦，越来越不理解韩服了。我觉得好像打不赢他，正常啊。这就是艾希吗？碎线之鬼。艾希好强哦！啊，第一打一很容易被他连到死哎、欸，然后我都不知道对面辅助在哪，我知道我们辅助在上路，这时候跟他换就没有很赚了。大概就长这样，一套打不赢他，那你会开大跟他打？他不赚啊，零五零，然后你的打野走下来我就要死了。你干嘛？就大概长这样。就你跟他打没什么赚头，因为你的队友都不在这啊，所以你跟他打那个没意思，你不如跟他一起线。我感觉到了，进就是不要配那些坦克，配个色拉芬吧。今天认可有几个 AD，AD 越多认可越容易死。
他会翻墙翻到这吧？如果我是塔龙，我不是塔龙。不会，北齐怎么一直杀我啊？我的结局吗？这个结力过去很有死哎、欸，黄金比例。哇！没有，还不一定会输，还不一定会输。哇，他好痛哦 ！GG。我夹任务吗？狙击狙死那个贺威，那个塔龙不要这样好不好啊？那个塔龙。